es. Cuando usted viene a la de Camillo,
这一般人就要捅一捅，用个棍子一捅，哎，把这个绳子断了，也掉下来，跌下来，啊，这是啊，用这个很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这个玄统。为什么他这样子呢？就因为不够德行，因为不够德行，虽然他祖先得到一统的山河，在他的手里就丢了，就被人家在空中把他捅下来。所以呀，我说这个名字也不吉祥。在中国人的风俗啊，有的人呢起名字要起得不好啊，啊，结果就不吉祥。啊，好像那个庞统。这个庞统呢，是三国上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和诸葛亮是并驾齐驱的，是这个司马徽水镜先生呢，向这个刘备来推荐的。他说：“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说这两个人呢，回的是卧龙先生，回的凤雏先生，这两个人你要得到一个，你天下就会治理的很平定，能平定天下。可是刘备呀，这两个人都得到了，得到庞凤雏啊，临终的时候啊，死到落凤坡。他叫凤雏，凤雏先生是一个凤的雏子啊，小凤。可是小凤到了落凤坡就飞不起来了，就死在落凤坡了。所以这是犯地名的忌讳。那个玄统呢，清朝啊的德行没有了，所以道也没有了啊，怎么他就没有了。这个孙果父啊，他是在中国创革命的，可是他也有志无福啊，就被这个也是德行不够，所以革命成功又被袁世凯给抢去了。咱们今天呢啊，我们就说说袁世凯。袁世凯这个是这么样说的，是急事怀柔，那个袁字啊，上面是个急字，急字是啊，那个急字上边呢，本来是个土字，可是有人呢把上面那一行写长了，也就是个是字。或者啊，怀柔，这个柔字啊，啊，是个软的意思。软的意思啊，那么按照字义来讲啊，说这是啊，一定有一个很清廉的官，这叫吉士，怀柔，他去啊。安抚这个叛逆去了，不是
这个吉是怀，这个怀字啊，好像下边这个好像个一字，但是没有那一点一横，啊，就用那个部分，所以啊，来做这个圆字的这个吉字下边加上那个怀字下边那个好像个一字似的，没有一点一横啊，啊，这是个圆字。吉是怀柔，就是。把它解释清楚，就是个圆字。30年变，30年呢就变了。按这个字义来解释，哦，等到30年呢，这个世界又变了。可是不是这样，这30啊，是写那个世界那个世字，上边呢用这个三横这么写，这是个底下加一横，那么是个士字，就叫元士啊。下面那句就这么说，说其凡人哉，其凡人哉，要照这个句逗啊来讲，说这个人不是个凡人啊，其凡人哉，这个不是个凡人，可是也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其字，其可的其，加上一个凡字，这就是个楷字。综合上边这几句话合起来，这是袁世楷3个字。所以啊，那么再要没有啊，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有个袁世楷，赶到的时候啊。谁也不知道楷是圆啊，那么不知道可以叫预言，那么预言经过人的啊，那么推敲啊，来知道只是袁世楷3个字，所以这一首啊就这么说的。说吉是怀柔30年变，其凡人哉，昙花一现。袁世凯也因为不够德行啊，不够德行啊，就做皇帝做了83天，83天皇帝，这等于昙花一现。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树丁，山川粗甸。那么我现在讲这个也都是根据道德伦常啊教育来呀，解释这个近100年来这个风云人物，主要就是国家的神器，就是国家的这个领土，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那么这里边包含着教育、文化、伦理、道德都在这里边呢，包括了啊，怎么样叫昙花一现？就时间很短的，这叫昙花一现。怎么叫南北东西龙争虎战？啊，当时啊，袁世凯的时候，洪宪时代，南京。就有冯国璋啊，北京就有段祺、祺瑞，西京又有谁？东京又谁？有谁？啊，这个龙争虎战在这个时候啊，军阀割据都想各霸一方，各霸一方啊。
所以就南北东西龙争虎战，啊，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个时候，啊，那么要有多久这个时候呢？七八数令，七八，啊，七八不是七年八年的，这个意思，或者七八五十六啊，五十六也不是的，就是七年加八年是十五年，啊，不是民国七年、民国八年，啊，它是七八十五年，啊，七八十五。七八数定，已经定，在那早就预定了。山川初建，这个时候中华民国啊稍微平静一点。所谓北伐成功，北伐成功之后啊，成功了之后，这个内乱又起来了，内乱又起来。就怎么说呢？啊，说的，继续这个，啊，下一条就说的。干戈起，逐鹿莽，草莽英雄将出山，多少枕戈豪杰士，风云聚会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那么这一段的文是说的，在军阀割据的时候，这叫干戈起，逐鹿莽都想逐鹿中原，都想成王成霸，都想啊拥有中国的领土啊，或者做总统，或者做主席，或者做委员长，都有这个逐鹿中原的这种野心，这叫干戈起。干戈就是作战，你一刀我一枪，干戈起，逐鹿莽，逐鹿中原。啊，俺们注意这个草莽英雄，草莽英雄啊，啊，将出山，啊，这里边呢。就是语义，它是啊，含义就是说的，蒋委员长。这个蒋委员长这个姓呢，上面是草字头，那么所以他说草莽英雄，啊，是个英雄。蒋出山呢，那个蒋字啊是将要的蒋字，那么加上一个草字头嘛。这就是什么蒋委员长啊，蒋总统的这个姓，他出山了啊，出山呢就到这儿来平定这个天下，所以平定天下嘛，多少枕戈豪杰士啊，这时候啊。这革命成功，北伐成功，啊，有很多这个，
敢死的战士在那儿啊，都这个枕戈待旦，想要作战去。风云聚会，这时候啊，都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啊，风云聚会，这个中我这些个英雄豪杰都在一起，啊，到南京了，风云聚会，到金陵，啊，金陵日月又重光，到江南，江南就南京，啊，金陵啊也是南京的一个别名字，啊，这是金陵啊。又好像日月都露出来了，不那么黑暗了。这是啊说的在您这个清朝啊光绪30年就早就啊注定了这个蒋委员长要出来来治理天下。可是啊，中国的人民呢，他要杀业太重了，所以不能啊享受这个风调雨顺呐、国泰民安这种的幸福。于是乎嘛，啊，自己国家。方才呀，内乱平定差不多了，可是外侮就又来了。外侮是什么呢？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呢，几千年以来啊，就要啊把中国给吃了。啊，他那地方卖的药，也那个药的名字嘛，写的什么叫什么名字呢？就叫清快丸。清快丸，这个清快丸呢，说是啊，哎呀，本来是丸散高丹的丸，快呀，就是。很快的那个快，可是这个音呢，和这个很快完了，就是一会儿就完了那个完字啊，是一个音，啊，他这个药啊啊，人有了毛病啊，就去买清快丸去，所以吃了清快丸，它的影射就是清朝快完了，啊，你看。日本这个野心是很久就存了，就要吞中国，他吃的清快丸呢病就好了，这意思就是说啊，俺们要把这个清朝拿下来占领中国了，俺们大家就都不会有病了，就不会说有什么病呢，不会有恶病的，就把这个饥饿的病都治好了。所以这清快丸他还有啊，做那个烧饼子啊、馒头啊、麻花啊、点心东西啊，他不叫那个点心，叫什么呢？他说这中国，这是中国啊，拿这个点心、馒头这个饭食吃的东西啊，都是中国啊，这就吃中国，是拿下来就吃中国啊。这个就是啊，灌输这个人的脑筋呢、啊，我将来要吃中国，啊，就这样，这样，所以啊，这一这个预言呢，这么说的，说是啊，瀛洲虎，渡海狼，瀛洲啊，就日本那个地方叫是虎，那个地方呢老虎，啊，当时。那是在二次大战以前，那叫果联。这果联呢，
日本那个提起日本呢，虽然他是个小国家，可是国联呢对他都怕三分，都怕他。为什么呢？他勇敢啊，他勇猛，不怕死啊。在这个联合国，那时候国联呢不是联合国啊，国联呢有一次在什么时候，我也不是考古家，也不是研究历史的，不过就有这么一次，军队都在船上啊来演习，演习呀、啊，英国、法国、德国呀、啊，美国什么国家的军队都在那个船上，在自己那船上的演习，演习呀、啊。啊，这个那个教官呢就招呼开步走啊，这个军队噼啪在那个船上就往前走，走啊，其他的国家到那个船边上啊，就是在那脚抬起来落下，抬起来落下，不往前迈步，就是那么起来落下，起来落下。看日本的军队怎么样啊，到了船边上就往那海里走啊，不怕死。这一下子国联的军队啊，对日本人的军队都不敢呢、啊、小看，都是对日本人军队，哦，这真是有上古的精神，不怕死。所以那一下子就被这个国联的军队啊差不多都给吓坏了。你就这样子，所以叫老虎，英州虎啊，他就像老虎那么勇猛。渡海狼，渡海啊，是由日本呢到中国过一个海，他在本土就是一个老虎那人畏之如虎啊，过了海怎么样又变成狼了，那个狼啊比那个老虎更不讲道理啊，他到处去呀、啊、晚间出去呀、啊、把小孩子他也吃啊，吃小猪子他也给扛着啊，到处去偷人家的东西来给他自己来做这个做饭吃，所以呀、啊、这叫渡海狼。那时候满天红日更昏黄啊，啊，这个天上本来是红太阳啊，红日啊，可是那时候变成黄灯灯的了，啊，为什么呢？日月无光了，啊，就满昏黄，就日月无光了，啊，茫茫神州伤破碎呀、啊，这时候啊，这个中国这个神州啊。啊，因为中国有很多人修行成神仙的，所以叫神州啊，神仙聚会的一个地方。伤破碎呀、啊，这个时候啊，到处日本人给烧杀抢奸呢，什么都干了，所以就伤破碎了啊。苍生到处哭爷娘，这时候啊，小孩子到处啊叫爸爸妈妈啊，都找不着家了，所以都流离失所。这种逃难的情形啊，颠沛流离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啊，这苍生到处哭爷娘啊。可是。春雷炸响见晴阳，啊，这个一个原子弹一放，这是一个一声春雷，这一响，啊，这个天又晴了。下一首就是说的西安事变，这西安事变这一条啊是这么说的，是吧？西柳营中群雄。豪饮月圆中秋，甜醉未醒，
等，双师薄裘，衣着其景，红粉佳人，面颊盈景。就是说西安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那个地方叫细柳营，在那个细柳营啊，那个军营里边呢，群雄豪饮。这时候啊，张孝良啊，蒋介石、杨虎城啊，还有其他啊，这个某某某啊，那么很多了，就群雄就很多，都是那时候啊，都是长得像人那么样子啊，有头有脸的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喝酒啊，这个一天呢，月掩中秋啊，大家这个月亮啊被这个云遮上啊，天醉未醒，都喝醉了啊，就睡觉了。睡觉了，对是西安事变呢啊，这个就那时候有一个连长呢，叫什么孙明九啊，是孙明石的，我是不知道，那么就把蒋委员长就给抓起来，这叫双狮搏球，双狮搏球，两个狮子在那抢那个球，可抢球怎么样啊？一个不小心就掉到井里了。这个掉到井里啊，也可以说是蒋委员长先掉到井里了。那么然后嘛，又可以说是张孝良，张将军掉到井里了。怎么样讲？总而言之，这个都有，他也掉过井里，他也掉过井里头。红粉佳人，这时候红粉佳人是我们在中国的。宋美龄女士，所以宋美龄女士到了西安和蒋和张孝良这么一谈张孝良这个人情难却所以就被那个狮子又给放出来，放出他跟着到南京，自己也掉到井里就出不来了，所以五十多年呢坐井观天坐井观天，看不见整个的天，这是一座奇景。红粉佳人到那儿笑一笑啊，哭一哭，那么就把这个中国历史就改变了。那么这样子呢，这是西安事变这个故事，也是在。光绪30年呢，就早就给预定了，早就安排好了。下一个就谈到现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了。现在的情况呢，可是这个现在已经过去了。这是这么样说的，说春雷扎树白旗。千万活鬼哭啼啼，石头城中飞福道，又见重整汉宫仪。东山又有火光照，春雷炸就是说一个原子弹一响了，日本人就投降了，竖起白旗，无条件投降，这叫竖白旗。这时候日本那个敢死的军队都在那儿又哭又嚎的又有自杀的，又有不要命的这个，所以说千万活鬼哭啼啼。日本人本来都有尚武精神的，凶九九的九九五夫到处耀武扬威的这个虎狼之师，虎狼的兵
到处很威风的，可是这一投降，无条件投降，就都哭起来了。千万活鬼都像活鬼了，那个威也都没有了，那个无勇也都不知跑到哪去了。所以啊，哎，千万活鬼哭啼啼，石头城中飞斧道。石头城啊，就是南京，南京下命令啊，说这个大家啊都聚会到南京开会啊，所以又见重整汉宫仪。这个时候啊，啊，南京又把这个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呢，又都用得着了。哎、啊，就都又是庆祝日本投降，啊，是收复中国，啊，什么样子？又见重整汉宫仪。可是东山又有火个汪兆啊，在东山那个地方又起了一把火，这一把火是什么呢？啊，东就是毛在东，啊，火光就是这红。红色的共产党啊，就又来了啊，东山的火光又起来了啊。下边这一段啊，我讲完了就不讲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说的二旗纵横，一牛双尾，你们各位看见过没？看见过一个牛有两个尾巴？你看奇怪不奇怪啊？这真是怪物啊！一牛双尾，无负人形，不没有人的样子啊。日行横轨，可是啊，一天一天的，这个人民也这么过去了啊。海上金鳌，海上金鳌啊，就是台湾，像个金鳌鱼似的。啊，悬浮绿缕，台湾呢？那永庆升平，啊，这个跳舞厅也很多，这个 restaurant 也不少，啊，夜总会呀、啊，甚至于比人都多，啊，那么还有一夜可以做皇帝，啊，在台北啊，做一夜的皇帝。啊，在这一天晚间呢，就有皇帝的享受。啊，这海上金鳌，悬浮绿缕，啊，穿着晚礼服到跳舞厅去跳舞去。啊，啊，悬浮绿缕，铁鸟凌空，铁鸟啊，就是或者是飞弹，或者是飞机，升到空中去了，东南尽毁。东南没有了，啊，那你问我怎么样没有的，啊，下回分解，我也不知道。等十年之后，大家都明白。In 10 years' time, everybody will know. 是怎么回事 ？What that line was referring to？ 我这两天晚间呢，所讲这个道理。这都是啊，包括道德伦理和教育在内。刚才没说吗？这个国家呀，都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足见呢，这个道德是重要的。这个伦理，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啊，这个运转不息的这一种道理。运转不息，你净做善事，就有好的事情出现；你净做恶事，就有坏的事情出现。这都是啊，在包括这个运转不息的这个伦理里头，啊，这个轮回的道理，这个轮转的道理，这个也一步一步的。一个挨着一个的，这么很有次序的排列起来，这叫伦理教育。凡是一个国家，
他要教育水准高这个国家一定好的，一定强大的，一天比一天强大，老百姓安居乐业啊，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呢？就因为教育好。我遇到一位啊，在台湾来的企业家，他说啊，他到世界各国都去采风，看各国的风俗人情啊，这一切的一切，那么就是比利时嘛，他说最好，他说他那个地方小孩子读书啊，都是政府供给，中学、小学、大学都是政府供的，医药也都是政府供的，老百姓不需要出医药费啊，他那儿可以说是啊，老有所终，是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精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啊。那么这由这样看来呀，俺们这个教育呀是比国防更重要。每一个国家你要对教育呀忽略了，这国家一定呢不会久远的。你每一个国家要是这个专门注重国防，说是啊忽略了教育，这国家那根本呢已经摇动了。因为你那个没有基础啊，啊，这个一般青年人是未来的国家主人翁，你这个不受过相当的教育，所以呀、他这个对于这个国家是不利的，啊，本来那么和大家说起话来，我不愿意说话。可是和你们各位讲起话来，我也不知我讲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啊，对你们各位，有没有一点帮助啊？如果有呢，那么这是更好了；如果没有呢，希望你们各位把我所讲的话，忘了它。那么还希望你们各位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啊，多做得，少造孽，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啊，要精神愉快，那才真快乐，不是啊，到那儿跳跳舞那是啊，去喝喝酒那是快乐，那个是摧残你自己的性灵。希望各位。宅善而从，不善而改。我所说的，你们认为合理，就可以试一试。宅善而从，不善而改。事到宅进，非到宅退。祝各位，是一个很甜蜜的。一起的瞬间。Right now we will start the period for everybody to ask questions. If you would like to ask questions, please write on the paper that passed out by the receptionist and.We will give to the very master to answer you right now. Who do you mean in paper? Please give it on paper also. I like knowing who are you us. If really deep question, really wonderful question,
I don't have this knowledge can answer because I am common person. You ask question, ask simple question. It's 浅浅的，我可以答。深了，我是没有招架之功。Yeah, ask simple questions. Don't ask too profound questions because he says, I'm a common person and won't be able to answer them. But write down your name. He wants to know. 你问我呀，怎么样做人，我是懂的。问我怎么样啊，成菩萨，菩萨吃饭不吃饭，穿衣服不穿衣服，我不知道。If you ask me the sequence of being human, a human being, I'll be able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But if you ask, well, how does one become a Buddha or Bodhisattva? Do Bodhisattvas eat? Then I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Okay, 这个是昨晚开始问的有几个问题。头一个就是一个开悟的人是不是不乐于因果的？开悟的人不昧因果，这是啊，百丈禅师这个问题早就答复了。An enlightened person is not deluded by cause and effect, but certainly is not the case that he's free from it. And there is a famous story from the Dhyana master Bai Zhang, who made this point very clear.现在你要不知道，你可以看看百丈禅师那个公案，因为一个老修行答错了一个问题，就去做老狐狸精去了。Yeah, if you don't know about the story, you could refer to it. It's under the Dhyana Master Bai Zhang. Just because an old cultivator answered that the very question you asked incorrectly, he became a fox for 500 lifetimes. 500 years.500 Kalpas, 500 aeons. This question is, 每一个宗教都说我的宗教是唯一的，是真的。那么佛教跟旁的宗教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我说我的佛教是最不真的。Okay, this question say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each one says, our religion is the true one, is the only one. How is Buddhism different from other religions? And the answer is, I say, Buddhism is the only religion which isn't true. Why do you believe? I like doing false. And why do you believe in Buddhism? It's because I like to do false things.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实诚，那个实心的实，怎么样实现的，也怎么样可以配合用实诚来配合教育。实诚实诚，你教育就是实诚吗？怎么还配合教育？教育就是师神了。你没有师神谁教育？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consciousness and how does it manifest and how does it go hand in hand with education? And the answer is, education is just consciousness. Why do you have to ask about how it could work hand in hand with education? Without consciousness, how could there be education?这个人说我也答复不对，你们可以来打我。If I do not give an appropriate answer, you can come up and hit me. 我等着。I'm waiting for you. 这个人说我现在迷了路了。我应该怎么样才找到我的正确的路途？迷失了宗旨了。谁叫你迷的？ Okay, the question is, I can't find my way. What do I need to do to get in my own path? And he's asking you, who told you to get lost? 谁 teaching you got lost? Yeah,
Who's teaching you to get lost? 找他去。Yeah, look for that person who taught you to get lost. 这个有人问那个预言师，但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必定要有名字才可以答问题。忘了写名字，我也忘了答复了。Somebody came, wrote a question but didn't write his name. And so the answer is, if you forget to write your name, I also forget how to answer. 另外一个问题说，我看现在全个世界都乱得不得了，所有国家领袖也没有聪明的，那么那个艾滋病就传播一切，可以说这个世界可以就快的荡然传无了，那么那个犯罪率也这么高，所以我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来帮助这个社会，不要令到它这么快就灭亡，我们整体又怎么可以停止这种的乱来的社会？不贪财，不贪色，不争名，不夺利，不向外追求，不自私，不打妄语，这就是你的光明，就照耀全世界。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的光明照全世界；两个人这样，两个人的光明照遍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世界就没有黑暗。The question is, society's collapsing everywhere, and there's the AIDS epidemic and the accelerating crime rate and everything. So, how can I, as an individual, help myself and stop the destruction of society? And how can we collectively do? What can we collectively do to stop this nonsense? And the answer is.Do not strive for fame or pursue wealth or sex or your own pleasure. Do not seek, do not be selfish, and do not lie. If you can abstain from all those things, then you will have a light which can shine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If one person has that light, he will light up the world. If two people have that light, they both will light up the world. In fact, this light will then be passed on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And if everybody in the world can just abstain from those unwholesome things, then they will have a light to shine, to illumine the entire world. 是不是这样子？ Is that right? 恐怕我这是说梦话。Is that right? Maybe I'm just talking in my dreams.佛在涅槃的时候，他告诉阿难说，将来佛法会弘传到西方。那么，是不是现在时机已经将要来临呢？我不知道。Before the Buddha entered Nirvana, he told his disciple Ananda that in the future Buddhism is going to be propagated vastly in the West. Has that time come?And the answer is, I don't know. 问这个我们这个正见法师，他有正见，一定。You should ask the Dharma Master Zheng Jian. His name means proper views. Because he has proper views, he's bound to know. 这个是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忍耐心？不发脾气。Question: How does one develop patience?And the answer is, don't get angry. Yeah, that's enough. If you just don't blow up, you don't get angry, that's enough. 我又想起我一个咒，念这个咒也是很好用的。这个我有一个皈依弟子啊，是教育问题儿童的。这些个问题儿童啊，说什么也没有他教育。就问怎么能有念个什么咒啊，才能把这个儿童降服了这种问题，解决儿童的问题。我告诉他，忍耐忍耐，多多忍耐，说婆和。I suddenly thought of the mantra that I created because I had a disciple who teaches disturbed children. 是美国人。
this American, and he was really getting fed up with them. He had a big beard. Well, he has a big beard. But anyway, he was getting very upset with these children whom he could not tame. And so he asked the master, well, what can I do? And the master recited this mantra, and the mantra goes, patience, patience, God to have patience, don't get angry, so ho ho. So he went and recited the mantra, and he came back and he said, it works like magic. Yeah, if you don't believe this, you can check it out with him, the one with the big beard. 他的名字叫果雷，他的本来的名字叫什么？ Dark Power. Yeah, his name is Dark Powers. 这个是刚才师父所讲的那个预言师是何人何时代做的动机是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你这个如果想查一查嘛，要有昨天有人录音呢，你可以放开听一听。我这有笔记可以。Okay, so the question... 中文来的。 The question was, who composed that set of poems that was talked about yesterday and tonight? And since the author was brought up right at the beginning, if you have missed it, you can either listen to a tape or maybe refer to some people's notes and they will have it. And if nobody managed to tape it, then I have also forgotten it. 要不然你要说我这是不合理的答复，人睡觉也是不合理的睡觉。And if you say your answer is really unreasonable, well, when people sleep, their sleep is also very unreasonable. 这个问题是中国教育儿童的时候啊，是注重那个背诵，美国的教育是注重启发的，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教小孩子才对呢？ 什么合适就用什么方法。 The question i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pproach to education, young children are taught to memorize pieces. In American education, they talk about letting the kids develop freely. So basically, what method works? What's the right way to teach children? And the answer is just use whatever method is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 occasion. 最后一个是问那个南无，刚才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南无就是南无南无你自己，啊，说我南无我自己这个佛，我自己这个佛，有没有啊，要杀人？ 有没有要放火？有没有需要打劫旁人的财产？ Okay, Namo means I pay homage to. So you're paying homage to a Buddha, but this Buddha is actually the Buddha of your inner nature. And you're wondering, is this Buddha setting fires? Or is it going out killing people? Or is it robbing people? You should ask that of yourself. 你要南无就是不打妄想。 南无就是恭敬他人，南无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是这个。So Namo also has the. 说法师，你讲了半天也没有讲出这个南无的所以然。这个南无是印度话，不是我们中国话，他就啊，唬。 用它来唬这个中国人不懂的印度文的这么一个两个字而已，啊，你这个解释我头一次听懂，顿开茅塞。And so Namo also means not to engage in polluted thinking. It means being respectful to other people. It means to abstain from all evil and do all good deeds. And you say, oh, Dharma Master, you've just got it all wrong.
Namo is a Sanskrit word, and basically it's what the Indians did to fool the Chinese so nobody could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Wel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heard such an interpretation, and I'm instantly enlightened.我也想起来这个南无是怎么回事。你这一说是印度文，我也想起不是中国话。那么，这一南无就是叩头，你懂了吗？我要叩头给某某佛，我要叩头给某某菩萨，这是南无。南无就是归命净头。 把我的身心性命都献给佛菩萨，我自己是一无所有了，我是佛叫我如何我就如何，我是依教奉行，绝不含糊的。Now that you brought up Namo being a Sanskrit word,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what it means. It means prostrating oneself in homage, in worship. It means offering up my life in reverence and respect. This means giving up your entire body, mind, nature, and your life and serving the Buddhas and the Bodhisattvas, practicing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and not being the least bit meddled.